好的，我再次练习一下我的课本，而且我希望可以就快一点学完呢，然后可以看一看更好的内容吧。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会就明天就换一个。好的，那我打开这个语音，是对 HSK 五 G OK。第二十八课，第二十八课，最受欢最受迎欢的迎毕的业毕业生。生，课文，课文，最受最欢受迎欢迎的毕的业毕生。业生。他叫刘他叫刘晨，晨，是一个是一年个仅年二轻十三岁的23岁应的届应本届科毕业生，毕业生，再过一个再月过一个就要月毕业就要了。毕业了，面对面并不对乐并不观乐的观就的业形就业势，形势，他压力他很压力大。很大。说实说话，实话，我觉得自我己实在没什么优势。就在就他为在工他作为发工愁作发时，愁时，机会来机了。会来了，天津天卫津视卫的《视非的你《莫非属》你节莫目属》组节目看组了他的看了简他的历，简历，接受了接他的受了申他的请。申请，他可以他到可节以目到现节目场去现求场职。去求职，来到现来到场，现他场，发现他发现果然果有一然家有公一家司公有司适合有他适的合职他的位，职位旅游旅体游验体验师。师。因为因小为学小六学年级六的年时级候，的时他候，迷上他了迷公上了交公车，交车，从此从此就就一一直直关注关公注交光线交路。线路，北京市北范京围市内范所围有内的公所有交的线公路，交线他路，都了他都如很指了掌。如指掌。从上从初小中初起，中起，他就是他同就学是们同的学出们行出顾问，行顾问，无论无论谁想谁去哪想里，去哪里，他都他能都很能快很地回快答回出答最出方便最的路方便线，的路线，提供给提同供学给们参同考。学们参考。在他的在成他的长过成程长过中，程中，公交公交就是他就最是好他的最伙好的伴。伙伴。节目制节作目制时，作电视时，台问电视他台问有什他么有才什么艺，才艺，他便他说：“便说，我是个我公是交个公迷，交迷，对北对京北市的京公市的交、公地交、铁线地路铁都线有路一些都有研一些究。”研究。主持主人持现人场现考场他：“考他，假设假我要设从我国要从贸国到贸鼓楼到大街，鼓该楼怎么大乘街车？”该怎么乘他车？反应得他非反常应的非快，常快，马上回马答上回说答说，在国贸在国坐贸一路坐一车路车到天安到门天安东，门东，换乘换乘八十82路二路就可以就到可以达。到达。他的回他的答回让答台让上的台十上二的位十二老位板老都板兴奋都了兴起奋来，了起来，他们开他始们开陆始续陆向续他提向问，他提问，他有他问有必问答，必答，不但不准但确准无确误的地按都顺序按报顺了序一的大把堆一公大交队公车、交车地铁站的地铁名站的字，名字，而且还而给且一对还给情侣一对制定情了侣北制京定休北闲京一休日闲游一的日具体的方案。具体方案，他对公他交对的公这交种的这专种注，专注显然显为然他为的他的求求职职打打开开了了大大门，门，老总老们总们向他发向他出了发热出了情热的情邀邀请，请，给他给非他常非好的常好职的位职和位待和遇，待遇，甚至甚要至专要门专为门他成为立他有成关立的有部关的门，部门，职位留职位住这留个住人这才。个人才。最终，他最终选择了他一选家他感择兴了趣的一家他感兴趣的。去的单主持位，人就问这是家公问司的老总老总，：“你给的你工给的资工是资不是是不是太太高高了了？？”这个老这个总老回总答回答，：“专业的、专业的、执着执的、着的、优秀优的秀人的人才是才无才价是的，无价的，这样的这样人的一人定一会定有会光有明光的明前的前途。途。是的，是的，无论无在论哪个行哪业，在哪最个行缺业乏最的缺永乏远的都永是远都专是注的专人，注的人，专注的专注的人人永永远远不缺机不会。”缺机会。好的，我觉得。差不多学了完第了二，OK，十所以八第二课，十九，第二十九第二十课，九课，培养培养对手。对手，课课文，文，培养培对养对手。手。建伟建在伟大学的在一大座学公寓楼里公开寓了一楼家里书店，书店，顺便顺卖点便文具、玩电点文池、具、电小池、日用品养等。日用品等。一年多一年来，多虽来，然每虽件然商每品的项利商润品的都利并润不高，都并不但高，他诚信他经诚信营，的经薄营，利多销，薄利多使销，书店使生书意店越来生越红越来火，越火甚红至火，成甚为至了媒体的采媒访体的对采象。访。这个大学里这个大另学外还有另外三家还有书三店，家书店，由于受到由了于建伟书店的影响，影这响三家书这店场的经营空经间营空越间来越越小，来越小，三家的三营家业的额营加业起来还加不起如来他还一不家如高。他建一家伟倒，成了这里的这书里店的老书大。店老大。这时，这时，许多亲朋许多好亲友朋便好建友议他，便干建脆议把他另干三脆家把书店挤垮，挤垄垮断这个垄市场。断这个市可场。建伟可建不伟但不没但有去没有挤垮对手，去挤垮反对而手，反还而经常经帮助常三帮家助书店三搞一些营销搞活动。营销活动。对于一家对快一要家倒闭的书店，倒闭他的还书店，主动敢热心主动地热借情给的其借资给金，资想金，办法想让办他法继让续他经营下去。经营下去。有人有人问他。
你怎么这么傻？你怎么这么傻？就让他们倒霉，不好吗？不好吗？建伟说。建伟说，我是在保持这一地区图书市场的生态平衡。生态平衡，商业领域，商业领域其实和自然界一样。自然界中的生物，生物适当有一些敌人，一些敌人会促使他们生长得更好，生长得更好。同样的，同样的对手并不会妨碍我的发展，我的发展反而会促进经营，让我获得更多利益。更多利益。一个原因是，一个原因这样能创造让客户有所比较比较和优中选优的购物环境。购物环境。通过比较，学生们才知道我的书店服务好，品种优，价格合理。如果只有我一家书店了，学生们没有了比较，价格定得再低，也会认为我的书价高。万一他们自己跑到其他图书市场去货比三家，那我的生意就完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维持这种书店饱和的生态，避免更多更强的对手来插足。我把其他三家都挤垮 了，不见得是件好 事，因为别人一 看这么大的地 方只有我一家书 店，新的书 店可能就会出 现，弄不 好来一个比我更强的对手。更强的对手，所以为了保持目前这种经营的生态平 衡，我要继续把对手培养 培养好。第二十九课，第二十九课，培养对。建伟在大学的一座公寓楼里开了一家书店，开了一家书店，顺便卖点文具，顺便买点文具、电池、小日用品等。用平等一年多 来虽然每件商品的利润都并不 高, 都并不高，但他诚信经营，薄利多销，使书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甚至成为了媒体的采访对 象。这个大学 里另外还有三家书 店，由于受到了建伟书店的影 响，这三家书店的经营空间越来越 小，三家的营业额加起来还不如他一家高。建伟成了这里的书店老 书店老大。这 时许多亲朋好友便建议 他干脆把另三家书店垄断这个市场，击垮垄断这个市场。可建伟不但没有去击垮对 手，反而会经常帮助三家书店搞一些营销活动。对于一家快要倒闭的书店，他还主动热心地借给其资金，想办法想办法让他继续经营下去。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 傻，就让他们倒霉不好吗？他们 倒霉不好吗？建伟 说我是在保持这一地区图书市场的生态平 衡，商业领域其实和自然界一样，自然界中的生物适当有一些敌 人会促使他们生长得更 好。同样 同样的对 手并不会妨碍我的发 展，反而会促进经 营，让我获得更多利 益。一个原因 是这样能创 造让客户有所比 较和优中选优的购物环 境。通过比 较，学生们才知道我的书店服务 好，品种 品种优，价格合 价格合理。如果只有我一家书店了，学生们没有了比 较，价格定得再 低，也会认为我的书价 高。万一他们自己跑到其他图书市场去货比三家，那我的生意 就完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维持这种书店饱和的生态，避免更多更强的对手来超足。我把其他三家都挤垮 了，不见得是件好 事，因为别人一看这么大的地 方，只有我一家书 店，新的书 店可能就会出 现，弄不 好来一个比我更强的对 手。所 以为了保持目前这种经营的生态平 衡，我要继续把对 手培养好。